很有成就感。那个其他钓法，从钓鱼的角度来说是属于比较高级的钓法。你首先发现目标在哪，然后根据这个目标呢，你先得心里的至少先得有个计划、哎、要怎么抛，要什么样的饵、什么样的状态，然后用什么样的距离要拉多少线出来，然后什么样的抛头，然后让它这个下去，然后到那底，哎，到那一下嘎嘣，不能嘎嘣。